另外这个世界是在咱的话，离婚的代志在咱面前，然后家庭失败的代志在咱面前，人无骨在，无骨在感觉讲家庭一定久的，看到你人感觉讲无是结婚，无是大婚，是不是？那这个就是一个无好的情形，这是魔鬼破坏情形。卖时候跟他离婚这样一件，对解决所有问题啊。你离婚，我生一个囝，我老掉，我咧真大问题，个社会问题是直直开挂，我面到。今他们说人的歹，他们说人就精神的病，他们说人的心理强迫，心里面的凶恶啊，你知道？他们说这世界，你特别看到新闻的点子，看到安尼济黑暗、罪恶、危险的代志、灾祸的代志，发生到底哪人的事情会发生到这边？人直直来，直直。变态，他们说来看，真正这大部分的原因呢，会对到你家庭问题。上帝创造人的东西啊，伊阿人的夏娃成为一个家庭，伊用这个家庭生出真正家庭出来。所以看，上帝头先建立的这个伊的计划是家庭，魔鬼那是破坏家庭，就破坏全世界了。消化那是一个病，我来离婚，你看破就对，也惊难听。这囝兼具爸爱，是兼具老母的爱，拢是啊。伊的断，伊都无完全。那伊断者无完全，落去咧，伊就变歹，伊就无好好管教，伊无好好包容。只要伊变歹，会点啥？伊的歹的代志，就影响个社会。当伊歹代志影响社会，只叫人个歹，可能影响多少啊？是不是啊？是吗？是不是？这囡仔变歹，囡仔做恶，点啥？伊个伤害可能是你甲我，所以阿姊妹，咱保守家庭，其实伊个看待甚至是世界、时空，甚至都转来祝福咱家己。阿姊妹，咱对圣经来学，含叫做正正来。拍开圣经，我哋到前书十三章三章八节咱看。咱到前书 First Corinthians 的 13 verse 3 to 8，翻到圣经来。这个人讲，我那是将所有去救济无的人，我放上我的身躯烧掉了，却无爱，对我有益处呢？爱是啥物？爱是长久忍耐，爱是温慈，爱是无运动，爱是无大夸张，爱是无发狂，无做歹事物件，无求家己益处，无随便起哄。无计较人的恶，那我来咱来看两项物件。头一个就是无输家不义的物件，大家讲无输家不义的物件。输家追求真理，大家讲。输家追求真理。我给阿老弟做，所求的性命交给我。我们在恁头前，我们承认，我人是一个罪人。特别听我望佢，听我无想，因为我主力话，我主力教导，我主力帮助，教我人安怎在啲生活顶，安怎正正明白佢自己，好叫我系，以至于我系生活，我系家庭同改变。即系所我系心智骨子下面对有主力话，而家咁上嚟建立家庭，好难家庭，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每一个家庭，你成为正人嘅榜样，你成为正人嘅祝福，让人看到我人嘅点子啊！找到真正爱，我人看到我人的点子明白对真理，别人看到我人的点子，伊人的生活，伊人的家庭，他就改变，伊人的婚姻关系，他就改变。假说你屋里生了教婚姻的，好婚姻的家关婚姻的进来，好婚姻的每一个人之外，让伊有处理生命，让伊就改变人的生命。感谢听你个人祈祷，帮耶稣的圣名祈祷，阿门。我先听个先话，先听叫我讲，正正爱啥物？正正爱啊是无输家不义的物件，这不义的物件叫做啥物物件？安尼即话出名啊，是古话才对个，叫做 Aikia， 来讲 Aikia。这 Aikia 的意思是 unrighteous、iniquity、unjust、wrong。在中文里面啊，讲到不公义、被审判的事，用主无是界的事咯，唔通去输家，主无是界的事，唔通做主无是界的事，落来啊，原
包括什么呢？包括事小生活中不公不公义的事 unrighteousness of heart and life， 对生活中对事小不公义的事会破坏对生活中对家庭的爱。但是话说圣经，凡事不义的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到至十二节。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6 verse 9 to 12。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至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二节。圣经讲，如果人是唔知影啦，不义的人，叫做无好的人，犯罪啦，上帝无欢喜啦，无在了心受神的苦。唔敢甲你欺骗家己，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邪淫的，而啊这奸淫的、犯奸淫的啦，做这个软种就是查某型，对不？这是 lesbian 就是这个查某甲查某 ，OK， 古早就有了，唔怪有啊，归前面前面有了，你看，啊是青蓝色，青蓝色就是查某型。homosexual 的人偷窃、贪心、醉酒、爱这个名、勒索，拢未在了心受心的苦。拢当今有人是安尼款，但是当今我奉了最后所基督的名，并接了我人的心的灵，已经含洁净，已经清洁了。凡事拢当会使行，但是无家己有一处的。凡事拢会行，但是无论迄个叫一项啦，咱你唔通爱包教圣经讲啦。之外，圣经讲讲虾米事不义的物件，不义的物件做无好嘢，百姓就新的国啦。之外，新的国那是领教对生命，我讲讲对平安喜乐，跟了生命内边所谓宝贵、所谓福气拢领教你家庭。但是新的国离开你，等于做只福气离开你嘛，对不？所以很快人未就睇到做福气。就是不義的啦，他們是不義，聖經就明明記載，啊，這個是不義，拿什麼事先要拜偶像也話淫亂，做這個gay、homosexual、lesbian， 這個是上帝所帶貪心。其實聖經裡面跟我們講的事，那人在保守自己聖潔貪和罪的面前，接近的家庭開始受迫害，特別是紅寶的觀念。但是問，對紅寶的關係裡面那咱有一定的原则，是圣经教导安怎维持咱的家庭圣洁。所以啊，即卖都要顾咱保守咱的家庭，迄个爱嘛，你该家庭的。那是无话，迄个爱会变质的，你知无？咱成功打破杂物的观念，那遐即卖这个世代已经歪曲了，这个世代已经淫乱了，偷税、搞咩、偷税、淫乱、乱来了。人的心啊，已經黑暗，受到這社會啊，這個 media 就是這個媒體啊，就是那個 video 啦、internet 啦，或者叫DVD 啦，叫那個 chat 啦，來影響你思想。感覺講，你家庭的裡面的愛，對不對？用了這個社會的做法來做的，那孩子嘛，要小心，萬好。无合的物件，拉什么物件，入教你婚姻生活，你要对就对，圣经安全加度。但是话，咱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比如夫妻之间，那人这个性关系是上帝所好的，是不是？对不？然后上帝祝福，好多人生子生孙，上帝祝福。和这个为咱来巩固彼此相爱建立关系，但是当今的人无相了，当今的人他们是无相的，会受到这个社会啊、录影片啊、戏的败坏，感觉讲那人特别对迄个戏内面、internet 内面所做的物件，无在享受着无限的快乐，其实这个是错误，这是误啊。哎，即卖头前要变保守，就是讲盲目即个思想来入教咱来家庭来破坏咱个婚姻关系。那今日有虾米物件？今日
社会拢唔知哦，今日在世界内面有一个换宝的俱乐部，你宝的搞个世界宝换来咧，换规日一两礼拜了，那个换通了吗？这个换宝安的俱乐部，这个世界后面，这个世界开始啊，每一个区啊，开始换 internet 后面开始组织啊，叫做性爱 party。他们说性爱 party 呢，规大堆人，大伙在，我都传你播了，我传你播了，大家代表乱滚。哎，然后这世界有啥物件呢？这世界有 homosexual 的 club， 就是 gay 的 club，lesbian 的 club。呀，还有另外，这个世界开始按破坏的时候破坏，按破坏就是大波。但不是大波，包括查波，咪相关的款啦。追求大啲嘅咧，性关系，就是这里sexual intercourse 性关系里面嘅这里嘅刺激。那下个字话，一人看，一人播，喺你电话机里面所做一切，然后一人要求按摩嘅里边嚟款。那下个字话，人。有一个错误的思想，想讲安尼款到你来谈着按摩的欢喜，其实是唔对的。那做戏的情形啊，对导演甲写剧本人啊，好多一个夸张啊，就是真正这个夸大的做法，所以好多会去刺激。但是像这款，那做按摩的，若是讲去看那个物件去找，安怎刺激的嘛，就出问题了。因为迄个物件，伊毋是假的，满足对迄个物件发的捆绑，甚至会破坏我。所以讲之外，我曾经辅导过一个查甫人，伊跟我讲，讲伊按长期看垃圾，看了点子就叫伊做动做西，然后。伊按嫌的，讲未满足的，未满足的，然后，予伊家庭开始咁啊烧命代志，伊个即个按咁啊嫌的，伊唔知边个做，因为这个人是熟人嘅人，然后伊按唔是新主，所以变到伊按我关系开始破坏，破裂，听得清吗？即个就问题了咯。准备在伊按去想去学，迄个伊看到会进行个刺激。那遐之外，你要小心，即个物件若充满了思想个点子啊，你袂满足个，因为迄个东西满足，你咪做伊，听到没有？所以人若无上帝话，人若去追求迄个黑暗个代志、无圣洁个代志个点子啊，伊会伫轻伫落落，伫轻伫落落。因为我未满足，都相交八路的人。如果八路的人嘅建立爱啊，是大啲性关系嚟，就是 sexual intercourse。伊拉感觉就要在即个方面找到爱，八路佮叫做真正爱。但系圣经唔是咁讲嘅，圣经嘅爱是保持你家己圣洁嘅点子，你生命在你改变嘅点子，你真正爱你，我是超过即个哦。所以真正一个红宝啊！分开啊，就是因为伊讲无安尼发的物件啦，伊个分钱就了啦。但是话，在美国发生啊一个故事啊，一个人啊，是一个神学的教授来，一个美国的一个乔治·圣格瑞的一个 president 来，那，伊是院长。这个人特别配了伊博士过后咧，两只做院长。无几年又发展业为神学院，咁只，伊无好像挂病，伊无不就种个病啊，就是讲好像病几多年，像老魔那点咯，但是伊个是老老魔一样，四季啦那边啊，不一样病几，连医病几啊，哎，看到那病了嘛，伊死哩起来，无起来，佮佮佮人家帮，连这里啊，家己。加基本的生活步骤行的，了这个教授啊，都在你考虑了是不是要上个班，
去迄个山岛去韩国继续做工。了，请一个人实际是，就是讲建议讲去上一波韩国人家讲，你唔好做，唔齐人啊嘛，学出去过个想嘅，是不是？你又唔话，你又未见啊未见，学出去过个想有咩？有人过都系做足嘅工啊，但是几多几多几多嘅装饰物品啊？一个月骨就喺卖，你死就喺斤，你讲你讲，只一借人计讲，讲到那里戆，开到帮树，然后坐点车小分店，又是安装，这啲物件你先办嗰啲只借所在，然后你做出嚟斤，人哋知嘛？这个神学家，这个院长计一边讲粗话，如果你系叫邪情，邪情。伊个，我当今做的是一个真正 ，this true love。我想起我出来无个念想，我对你上帝啊，下一个 vow， make a covenant， 下一个约，就是无论哪里，无论我老、少年，我好善无好善，无累无累，看咩？健康，我拢会爱你。你做了啥物件？交个杯，你爱一个。那要怎啊？这个叫做真正爱。之前我有好夸张的爱的了，就是，但是嘛，那爱是付出，唔是心。那是好事都爱。你不好死，你不爱，但是这不是真爱啊，这叫邪的情，是不是？更要，这来什么？这来是要占有的，这来是要摕有的，这个魔鬼有警察。所以啊，这卖，咱住在厝内面，要风起四方吃饭啦，为物件卖使进咱的厝内，为事少卖使。特別是大波嘅知嘛？正式啊，大得受到這個所有的外口社會影響、世界影響，對了感情，對了夫妻關係，甚至對了性嘅代誌、性關係嘅 homosexual 或者呢啊 sexual intercourse 嘅代誌，但係因為那有一個錯誤嘅想法，咱感覺講原來銀波就係安尼款嘅，想定時做嘅安尼款嘅。所以咱要求，可能都要求你某，还是你某要求你，还是拢追求的话，那你怎办？这个会好让你生命，好让你生命在来败坏。到了这个抗战，你感觉无味所了，因为根本这个就是无味所的嘛。嘿，到底翕的点声，抓住人，到底鬼佬看了了，到底翕了了，那你怎办？隆重做一件是一个戏来假一件来，但是人却去追求，这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的办法，其中一个就是破坏美德的。所以，但是话跟双方面那是对有底气的变态的东西啊，那还是话，伊就变到你基本的关系，但是满足了，变了。你爱钱才借，钱才借，宽了才借，才借白等啊。我如果真正的谈话满足，哎呀，是话，你小心。因为这个就是你的家庭受破坏的开始嘛。那你知道吗？这样子爱，不是单单是这方面。当然，这方面上帝给我们自由来享受，就是安排的关系。但是，不是追求的变态，因为外口的思想所可能的，拢总是假。你会怎样讲？到底真正按摩关系，啥物物件是真的？我甲你讲，如果暗暝你谈着，谈着按摩爱，你就要成投资，早起就甲你摸个关系，你按摩。你平常时若啥真爱，你平常时若啥爱，我甲你讲，你大到家，你按摩个关系建立起来就是啥？到底咩事了？不是啊？
你就赚到快乐。那是你唔投资，早起规日的观念，你暗暝的观念，袂好势，你袂了讲明啊。所以啊，姊妹，这个爱啊是骨力追求，欢乐对较济，大滴平常时的观念，平常时对伊的爱的付出，都、就是啊，姊妹，今日主的旨意内面。找到你完全的爱，予伊完全的爱，听你姊妹，暗母的观念，唔单止是暗暝来甲追求爱，乃是规日点声分三听，迄是真正对大的相信。所以圣经教导物件，唔通输甲不义的物件、黑暗的物件，甲姊妹相款的，如予你听子的点声。分相款，你就要炸四盘烧起来，炸掉，让你家庭内面全部性格唔好唔好唔好拉什么物件进来，对家庭，家庭好秘书啊，对家庭会受破坏，因为媒体，我讲媒体，媒体，所有的这些 video 啊物件 ，internet 物件，大家知无？你家当物件、看物件、做啥物件，你就要注意。你这代若好势，若是你下代若无好势来讲，就讲改良去个了。所以这边讲，若是讲不义的物件咧，你若是接受咧，会破坏你家庭的爱。哈密树，因为这个物件，若是好，你家己若充满了垃圾的、恐怖的、恶的，那像这块相关的伊会出现大汉，咪是凶的、恶的。所以这块你惊看伊啊。去投影机嘛 ，Internet 啊，要注意了，要注意啊！我可能在外出来无钱了，要再耍的嘛，我无到 XO 的，因为当时咧，我经济也未听嘛，我经济未听，我无未听随便乱看的。到今日我无未听到 Internet， 他们说咧，我感觉真变成影的。真影影呀！我食差不多三月，我咪甲报 internet， 我讲不得。搞房我咪在摇，别输人，别用我用物件，所以无需要呀。因为咧，像即卖，如果是讲，可以揣物件，家己个人揣物件，咱讲，迄 internet 啊，是一个三八汤来讲，对不对？你去个好个所在，伊个无好个物件买来。你就对到面啊，都看到无面啊，那细细心灵啊，一下就受到这个 internet 影响啊，我哋听，伊就笑，会记了，把到大汉到你无清楚的情形呢，都做出唔对面啊，你看不错，大弟那是我无错啊，最近的无错，最近的无错，那都是我未记啊，有一个杂。一回啊，那时候我说这一回呢，都给老弟强奸一个加三几回的查甫，我说出来，但是伊个未晓强奸咯，伊就是假的身躯，撸伊查甫身躯，所以就不对了，你啊到尾了，原来伊看到垃圾伊，啊，那你看这个发生咯，这时代。你看到别人输嘛，到底咧无地位了啥？十几回强奸，唔知七回啊八回，这代志正大了，正大事了。甚至到那尾有惊，这囡仔有惊，你唔知讲有惊，伊早熟有惊，伊妈未晓，伊妈未晓，因为伊查某同妈过诶，有一大个在来伊就佚佗，原来看伊拢咁多咧，原来看就原来做咩？看垃圾。美国发生一代志，一个囡仔廿千起的小学，开枪杀死的，伊的这个伊的先生，开枪杀死，杀死几十个啊！他们说咧，因为伊看暴力物件、violent 物件，会牺牲自己啊。那乡亲们，这拢总是不义的物件，冲了会出来，排位家庭的，咱袂饿呀，是嘛？你一代的投资啊，你记啊？你一代的投资啊，都是下一代的祝福。
相款的，你这代破坏啊，下一代咧更加大的罪你发生出来。所以我这代呐，卖过，你家己本身卖过，你听你家庭来讲，相款的这块，你下一代要受苦了，下一代要受苦了。你小看了，说那囝成为强奸犯，你变咩咯？那是咱的囝害死一个人啊！我问你啊，你变咩咯？你囝啦，咱的囝你未来，我那惨歹啦，咱的变咩咯？你做大事啦，干来做产品，干来要把油洗平，要听住啊！以泪洗脸，所以听起来。哪人的时代啊，无安尼恶嗰只？当今的时代啊，比咱的囝大汉的时代啊，是比咱当今的时代要恶十倍啊！讲听，最少要十倍啊！伊人的时代，后面物件要坎坷，后面物件最对改的东西啊！所以之外，你若坚买多的家庭骨力，破坏大事就只够。是嘛？今日咱就整理，遐济人，在你外口，伊人无圣经，伊人未晓。今日咱有圣经，咱会晓。遐是嘛？上帝让咱明白，将文件让咱将伊话咱们，咱们过，咱们生。听歌，阿姊嘛，听歌，咱家庭听的歌，你听的歌是啥物歌？路虎别咯。不是随便听的，今日世界最出名的就是 Lady Gaga。今日之外，我甲讲，伊的背景是罪的。伊宣布咩？宣布毒品。伊推动咩？红色出。然后伊对鼓吹的就是伊咧，就是伊承认咩？伊承认讲我对，伊承认伊是这个性瘾患者。原来，伊演唱会跟他边的手势啊，假的手势啊，是魔鬼撒旦教的手势啊。圣德医生，你这里啊，但是今日真济十几个囝，甚至是这个小学的囡仔，伊人暑假伊歌哦，伊在那歌个了哇，像那一个咒语呢 ，is a spell。你裝的招呢，就是招呢。那麼伊裏面啊，搞了是 sex， 搞了是 violent， 搞了是真正 negative 嘅物件。你聽，我聽，好啊你聖潔啦，啊唔識，好啊你好聖潔啦，感謝神啊！而家嘅年輕一代人啊，係咪先話？聽唔聽？哎呀，不要紧啦，听歌，物件好，给他吞啦，兄弟们。我跟你讲，这是破坏的。他们数啊，当今囡仔生命力来脆弱，就是让你修的那方，修的物件，刚刚是 negative。你知不知道为自杀？囡仔自杀，你知道大人都自杀的吗？失恋啊，成年失败啊，吃猫啊，是不是？马路边啊，小学生啊，中学生啊，咁样人做啥都想知，嗰时发生过咱马来西亚所在。先生讲厝边叫伊老母来咧，上面顶条条来，突，死啦！遐这个班嘅人唔好呢，有人来打，可以飞离走哦，知道？伊个这个阿咪啊，伊个这个阿咪啊，伊个 discipline 啊，伊个 principle 啊，被记起啊，知道？伊头跳老师，你讲我去财经嘅，就突跳老师。他们输了，伊个听个歌，伊个看个物件 ，Internet 内面起起点只有一个自杀个风啦。你话最近个点只，到底个出出名啊，就好名啊，有一个人啊，到底 Internet 个输伊是自杀，结果自杀个。你讲过只一集我咪自杀了，伊随只一集唔呀，真个自杀死。所以这个风啊，佮拍电影戏啦、歌戏啦，伊老板佮做只济物件啦，要来记了，结果伊老板变做咩意思啊？但是因為這些情形都來終是空的莫非排的實系領到你這個世界會走了然後頭髮的頭髮少年家的
诶，即个艺术家诶物件，真正少年家诶心内一直无停诶破坏，吓，即卖愈紧啊！你惊人烧烧自杀，烧烧自杀，自杀是一个文化咧，自杀大家做诶物件咧，自杀是一个解脱咧，自杀咱大家解脱了。伊伫烧，伊伫咱个唔知，伊伫开了，伊伫咱个点仔抢到一班个人，佮跟着，原来伊一班个人佮自杀个人，是不是？只要愿意自杀，堕落自杀个人，你讲了一句话咧，嘟，跳楼死啊！过一班人在世界叫做自产一族，你知不知？他们自产一族咧，就是伊伫咱开了大家啊，挂家己挂家己，挂麦啊，挂成股啊，挂家己成股，挂股济挂咧。是主影响的，所以咱话咧头先听了，一直话咧我一直无听了，因为话咧咪感觉少人了，总会见了，挂肯定是总会见了，见那些看咱们是挂的是啥？伊疏泄，伊 release 伊 pain 啦 ，release 伊 tension 啦，这个自残一注，不知道有这物件无咧，是嘛？这东西少人见咧，甚至因为性爱 party 啊。十几岁查某囡仔，伊在因在酒楼里参加人哦，有人性爱 party， 伊俾伊好看伊笑，伊可能想激起 lock in 咧，当时啊，办会资料就开起来，当时好看笑，伊带了物件咧，当时伊招，伫死人咪在一个所在，要白白做，伊当然要白白做，你未晓白白做，好多要食，好多毒品食，好多冰食，变到晚上啊，都嗨咧，当时啊，做都唔知，对内当时都是一个好好囡仔，乖乖囡仔。但是DCDC啊，白白阿妈出去就一看伊啊，你去一点钟两点钟啊，你看伊心情变白，你唔知会惊做到咩？那是讲你无看到，所以人之外好处识嘅讲爱，就特别无输格不义物件。因为你学不义物件，之外你会生活的暗外环境，即个爱就破坏咯。来，我们进来之后，爱啥物？爱是输格真理。但是我咱大家讲，这个真理这字叫做 LAVR， 大家讲 LAVR。那这个物件咧是，你看到这个是一个假道咧，塑胶死的假道，华盛顿啊，华盛顿。因为咱用第八条三十一节到个三十四节 ，John chapter eight verse 31 to 34，那华盛顿 ，I C 塑胶真理的物件，耶稣就对信了伊犹太人讲。你若是常常遵行的道，就真实的味道啦。你就要知影真理，真理要叫你谈到啥物？自由，伊就回答讲：我是阿伯拉罕的后代，从来无做过任何罪恶。我讲，人会谈到自由呢？耶稣讲的出话，注意啊！我是实实在在讲人听，所有犯罪拢是做罪的奴才。那遐个之外，真理我偷办，那是咱唔捌真理。咱无听主的话咧，咱到底罪咧，叫做捆绑，咱叫做罪的奴才。今咱信主咧，咱已经予主的保护下面了，洁净了，偷放了。咱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咱来过一个自由的生活，欢喜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平安幸福的生活。如果是都对罪，咱讲罪拔掉，咱这样起码都未有了。一个家庭，咱说 sex 拔掉，你拿什么损伤话咧？你无好的行为拔掉，伊就拔掉。一个家庭若互叫拔掉，伊就拔掉；一个家庭若酒拔掉，伊就拔掉；一个家庭若烧拔掉，伊就拔掉；一个家庭若互创伤、受命、黑暗的代志拔掉，伊就拔掉，伊就叫做罪的奴才。那兄弟姊妹，基督徒是一个自由，安怎才能自由？圣经耶稣来讲一句真正对的话：路途会行伫真理内面，就是伊的教导来。所以，你爱你家庭。你就要娶啊！你家庭行做事，你未晓不能你无你阿妈一个新厝的，但是你会晓啊！你会晓啊！你教导伊啊！你帮助伊明白啊！他们是正的真理，好叫你生活，好叫你日子，大家日过到你幸福美满的家。但是妹，今日你讲我要追求主的话，你们想是要用骨力的了？要骨力来追求啊！不是三毛子下了，你要一开始对你主的话来明白主的话，带了你家庭来舒服，然后行你主的真理来做主为咱做的物件。当你凡事做主为咱做的物件，你就不爱去做垃圾物件了。迄做的物件，伊无咧影响你的，影响你事，你凡事对你关心了，你凡事
时候的阿妈女不是讲鬼，是人想怪的讲鬼的啊。如果他传出来鬼，那不是我一百七百鬼也是你一百七百鬼对不对？对，因为鬼是到底阿妈，鬼从你到底阿妈来，你白鬼好嘛就。想怪你，你从到底鬼，你在这个阿妈那边，那不是讲，你讲讲是奇异的尴尬，因为你想到底鬼那边。那像此外，你经历嘅，你咪到底鬼那边，咪到底阿妈。所以那时候要在鬼里面都要去追求真理的事情，要追求上帝话，行上帝旨意里面，然后上帝旨意隆重加到去，隆重是要经历的决定，祝福的决定，改变的决定，改变了婚姻的决定，可能谈到平安喜乐，真正谈到幸福。弟兄姊妹，今天我来讲弟兄姊妹，如果是方便生人想追求，是方便生人想追求拉萨咩？如果谈到拉萨，那是方便生人想追求真理，比生人都话比主的旨意来更好。所以之外，在这个世代，安稳的问题。不是要追求外口的事情，不是要追求外口的情形，乃是要到对内上帝话里面，来追求上帝话，你该改变。假如拍片，你面嘅先好，你看到你食屎食屎嘅杂货，你看到世界对水认真，对水善哉，对水，你看到你食食屎嘅杂货，你看到你关注缘投浪中嘅。家就對事情就是努力去搏，力搏緊，真難話是對事情。家就搏得掉，吞得掉，看得掉，生活得掉，平平嚟過，都是努力搏，都是啊。因此話，那是講對生命嘅追求上帝話，都是死啦，但係都唔計嘅。所以我看就入嚟教會嚟，嚟教會，嗱教會就係。經濟不成，就是銀波的關係不好。古早邊個拍領導的，來個教會啦，我會向三天，我會向多啲愛啦，規劃啦。古早的生活，邊把會生活，都較好。後面算咧，你開始行啲新嘅教。但係之外，假如對了跟等我話想接個啦，阿媽阿媽嗰個是不是？我老公都冇咗啦，係咪？我老婆都冇咗啦，我同你講，阿媽你有用噶。提醒年輕一代，嫁人嫁人上帝話，因為家人只有努力到嘅真理，坐你嘅定係先行上，坐你嘅定係不行上，呢度希望嘅。那是你出來，你家孫啊，依家阿哥關係好好嘅，你可卡面坐起來教你，反正不行上，應該嘅。唔盲目，即世界最終做住搞俾生命。你記啊，一個人若是講落到你做酒座啦，伊個酒座會酒座先經講三到四代，三至四代，嗰啲酒座會臨到你家庭三至四代，所以唔通破你嘅頂燒到做酒座，破燒你嘅頂嗰啲真理真理入邊 ，the truth 裏邊，破你嘅頂黃河，感謝主啊！嚟啦，我話揾咗你愛啥物？愛是無時間不二嘅。爱是属家真理，给你做话听，阿爸今天来，你都。